一波王炸 ，Boom 战队留在舞台上，其他三位队长请去备战区备战。上一次呢，虽然我们连胜两轮，但是我认为我们的作品还要有很大的进步以及调整。我觉得这两边好的点就是他们特别会用队形去排画面，我们缺的就是队形排画面这一点。我觉得因为队里基本上都是 battle 型选手，他们不需要考虑动作整齐、呼吸、表演，所以说我们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练习起舞。因为我们战队的那个 logo 就是一个黑豹嘛，那我们就来展现一下我们团队的这个气质风貌。刚开始出来就是我们感觉是一群豹子独居在丛林里面，就要想象这种画面，然后你随时要去感受那种你自己就是一只豹子，然后就用舞蹈的方式去演出来，这是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困难。你们练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先握一下，发神力啊，用劲跳啊。说实话，豹子很容易演成一只猫，甚至演成一只狗。演出来啊，演出来。为了演出这个豹子的野性，我们整个团队一周上次去吃牛排，本来吃全熟，现在又吃五分熟。就是这套舞，就是我们个人每个人跳下来感受是非常累的，就如果是状态全开的话，跳完一遍下来就已经不行了。好，踩一下，踩一下，你找一下吧。来而且甚至有一些乱拍。我们从比完上一轮水舞台开始，一波队长跟我们聊了很久的天，对于我们的整齐度是提出了很大的质疑。那在他说完这件事情以后，我们没有一天休息，其他团队可能会有两天或三天的这样的一个假期，我们团队是唯一一个没有一天休息的。短暂的时间里面学那么多动作，而且要跳整齐真的很难，因为我更多的是随性跳舞，所以说能融入进来哈，真的是需要花很多很多功夫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。Thank you.
如果你喜欢这个作品，请把你们手中的红色毛巾扔向舞台，喜欢投红色，不喜欢则不投票。三、二、一，请投票。工作人员上台计票。波王炸 boom 战队的票数呢，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中，我们把它封存在《勇闯天涯 Super X》小蓝屏当中，随后公布。因为你们自己的战队 logo 是个黑豹，所以就要排一个这样黑豹的这样的。对，没错，把我们战队的风格还有主题更加突出的展现化一次，也是第一次亮相。对，舞蹈当中啊，有几个特别的地方啊，那个灯我们组了一个战车的感觉啊，是豹子头，那两个灯是眼睛。哦，那我们听听下面三位队长对刚才大秀有什么样的感受？哪位开始？看，你看啊，好，又谦让的说话环节，请，你请，不如他，请，加尔吧。真的以为一只包子在台上啊？对，豹子不是包子，哥，哥，豹子不是包子。哦，我知道，豹子，那个 ，sorry。来，一星，炸炸，真的炸啊！确实炸，就是好像还不止一只豹子，全都是。这个舞啊，跳完了之后是非常非常累的。我们知道像 B-boy 体力都很好的，排这个舞会让你们觉得很累吗？非常累，我的全身已经打湿了，而且还没有做一个技巧。一个技巧都没做啊？对，就这个节奏比 breaking 的速度还要快。对，其实这个舞还挺为难 B-boy 跟 Popper 的。怎么说呢，算是一个编舞，所以还挺为难他们的。对的，对。我们其实从上一轮结束完了以后，我们队几乎是没有一天休息的，直接投入到了我们整个大秀包括后面东西的一个排练当中。所以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大家都很棒，几乎都没有休息过，给大家一个掌声。其实我们队更多的是一个 original style 为主的一个团队，所以在跳整齐这件事情的话是比较难的。但是四个 B-boy 还有我们的两个 Popper真的是被我们一遍一遍的盯，一遍一遍的说，然后终于把这个舞给搞齐了。再次给你们六个人掌声。我们团队大家都知道，都是各个舞种里面的冠军的头衔，而且不一样的舞种，所以说融入在一起要学那么快，而且要跳整齐，真的很难。但是我们今天做到了。大家进步了，就是我觉得不是不能做到的，是你有没有去努力做。这个节目确实可以让很多的舞者一个成长，不光是在他们的领域里能够跳得非常的好，同时你也可以能够学习到编舞团体的一个 team 的感觉，就是整个这个集体感，可能我觉得对于很多 dancer 来说可能都是这一次的一个成长吧，或者是学习。